the night, assemble. 感谢徐耀明老板的飞机。谢谢徐耀明。哦天啊，他果然不用健身，真的是限制猎头。他果然不用健身，他现在很相信自己的限制猎头，你发现没？我操，就是、这个图都不用健身吗？玩上瘾了，对自己限制猎头这么有自信。很有自信。不过这张图限制猎头也是很强的，厉害，非常厉害。对吧？第一时间 Happy 看到收印的位置，这个点的话受毒其实没有那么舒服，最好的还是远点，可以一直无脑练。我说了，我这个月的直播时间不够，我肯定得有比赛我都会播的，这个月的比赛我都会播，但是过年那天是不播的。这张地图闲置猎头练级速度非常的变态。对，好练好练啊，都是重甲怪。这盘对二比二，是二比二，其实是搜印已经拿了一小分的优势了，就是搜印现在算上了胜者组的那一分。对，现在搜印是赢了一盘，输了两盘。而且 UD 第一个点要拉狗链 ，UD 科技会慢一点。这个图因为很难受，没有小动物。UD 这个图很难受，好吧？对，这个图没有小动物。不用狗流，用科技蜘蛛就很难受。掉了智力加一分。哎 ，DK 要去赔吗？他做了个你赔，你肯定什么都赔不到呀。他把他勾走了，想来，那你也什么都赔不到呀。但是、没来得及，104点血 ，C 一级怪吗？他不想 C， 104点血，他不想 C， 104点血 ，C 不到，104吗？是的，105。那好亏，这波 Happy 亏了，这波过来血亏。哎，这张图 UD 真的很难。他为什么选择赔呢？因为他没有开局没有招骷髅，所以他那个他要是如果练两级的话，要等那骷髅的 CD， 我靠，贼难受，所以他选择去赔。哦，那这样等于白跑一趟。没事，宝物好，宝物很好，宝物非常好，宝物很好，又补了个头环。那 DK 的宝很豪华。凯瑟是老不睡的，他没法大声说话。是的，声音小一点啊，兄弟们应该也听得清吧。但是他练这个点的话好练吗？赔 UD 其实赔是赔不住，迟早受阻的那个。郭子祥之前说 UD 赔就是送的，受阻你的练。郭子祥当然是受阻吐了。当然是送呀，你不是现在不就是送骷髅的经验吗？但是你不赔很难打，就是不赔你对练也练不过，差点没不了，你没了破能破口的。总的来讲就是怎么打都很难受，也没送骷髅的经验。我觉得赔的挺成功的。怎么听郭子祥说完，我觉得妈的 UD 打不了手足。UD 本来就打不了手足。然后你把佛爷自己 UD 打手足UD 能赢完全就是靠人的优势在赢的，这难道不是事实吗？你4-0佛爷就是人的优势吗？那不是废话吗？可以，这不是所有人都应该能知道吧。没问题的，没问题的。我说真的，我觉得赔的不咋地，好吧？这里赔的，这里练的不咋地，手足。因为你看 DK 还有很多蓝，而且马上能买小黑了。因为宝物呀，宝物优势一点，能买小黑。不过其实还是没赔到什么东西。他拖到了时间嘛？对啊，大家都不愿拖了点时间，大家都不愿他不就可以接受吗？我拖住你练级不就行了吗？是的，我收音又要双线了。所以表示现在轮到我陪你了。所以你没出 Happy 怎么知道呀？ Happy 为什么不勾商店练呀？其实他练商店收益是最大的。这波 Happy 好像知道收益不是、Happy 的。我明白了， Happy 的理解是买出小黑抓兽族。
哎，我靠，刚才那个商店白给的，蜘蛛被没了，死了，我去，给一个蜘蛛，我靠，是你也要顶吧？好亏啊，蜘蛛，蜘蛛，好亏，蜘蛛换那头，回头打呀，这，别，哎，我操，这还要加贴了个药膏。所以为什么不会贴药膏 BUD 用了一发 C 还行，其实如果他不 C 那应该那头应该是被追死。哎，不是这个搜印他刚才为什么不回头打呀？我觉得他不用跑的呀，对面也没几个骷髅，他想等牛出来。其实我觉得这不 happy 亏了，肯定是 happy 亏了，是 happy 亏了。他不一个死了一个蜘蛛，杀了两个猎头，但是等级又没有提升。他不来他可以白白练一个商店，是的，兽族根本赔不住。我发现他的理解就是买出来小黑要赔先知练级，这里还在赔，不好赔啊！狼骑待会出来了呀，这么赔下去，这么赔就是好，狼骑已经在造了，但是盒子也在造了，没事没事，又。这个位置对于兽族来说要做的是保持牛的血量，好吧，牛不要被白嫖，牛就不要上去了，兄弟。无所谓，贴个药就好。先知勾出来就行了呀，把野怪。贴个药就回上来了。对啊，哎，你牛有彩，你勾出来你是，你一轮平 A 加一发电，怪肯定是你的。根本就是 DK 根本抢不到。对啊，根本一级飞。这里 UD 亏成马了 ，Happy。好了，走了，他走了，浪费好多时间。他走了。他发现不对，他就是这个理解，他是对挂机，等车子出来再对练，是吧？嗯，应该是他的游戏理解。他觉得有盒子了再练级。但是他这个练级路线，他的744有可能被兽族练了。不是，他肯定丢了，肯定丢了，好吧？这怎么可能还走得对吧？这个练级路线是真的迷，好吧？因为什么？这可是对点，对点你把两中间就是大家争夺的点都让给别人了。对，跑亏的，他跑，哇，打了个神器啊！关键是他跑过去，他还有时间。对，如果这是远点倒还行，因为你练的是别人的点，但是这是对点，就是别人在练你的点了。我想放小一点。这一把很容易打到那种有三级 Y 的。是的，这盘小白已经，你看小白已经出来了，马上出来。搜印看看，搜印是拿中间的七四四，他选择的线。哎，这盘我记得我有一次跟搜印打的也是，他盘好像把所有的七四四都拿了，然后他输了。而且这盘好像我被退本，我很劣势，很劣势。然后搜印输了。然后搜印输了。不过那个时间的搜印，不过那个时候搜印肯定没有现在搜印的水平，好吧？应该是。不用应该好吧？是很。搜印现在打的挺好的。哦，战鼓这边也很好。这个图就是各种收集装备啊。这把就是神仙打架呀，都是神装。我靠，松印不会要练红点？看这里的练级规划很重要。我觉得这个练级规划不好，应该去练那边的七四四。这很明显的，你往这边走，不是走到头了吗？他可能想练完这把，把家里把人打回来。他想练完这个练海龟，就完全是在。但是他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，在左边大红点没练的情况下，你去别人家等于把别人打 TP 来跟你争夺最后一个大红点的位置，所以他这个练级规划是不合理的，应该练两个74的。他怎么还练411呀，兄弟？怎么还练411啊，这兄弟？就路过捡个宝啊，也行吧，反正就练秒练了。因为他练一圈，然后跑过去把 Happy 打 TP。那其实他这个练级路线是亏的，他跑到商店，他跑到别人分矿，然后又跑回来。不过还好这里 Happy 他的力齿啊，再加一只挂机。我觉得他这么练好像没，我觉得他这么练没问题，他的力齿就不敢出来，好吧？就他这么练力齿不敢出来 ，UD 的成长性。没那么高，我觉得他这么练没问题，而且练级效率也比较慢，这没问题。你看，那结果还是在争夺最左边的大红点的位置上。怎么？他这边先知一个人这里守不就行了吗？
守不住，守不住，肯定要部队都回去。不是，先这个牛回去，小白去练级，行了吧？我靠，那你也太大胆了吧！我靠，小白带部队练级？对啊，先这个牛去。你可真牛逼啊！你说我说的方案是不是最牛逼的方案？你说的方法是可以可行的，但是没有兽族会这么打。但是没有没事，他们如果听到了我的呼唤，下一次这么打 ，UD 直接麻了。啥？咋打？他说现在怎么处理 UD 这波换家？先知和牛回去，小白去练大红点。小歪训练大对，是不是？这是最完美的处理方法，好吧？如果没力取，确实可以这么。肯定没力取啊，力取哪敢过半场啊？对啊，可以啊，确实可以。兽族的，勾出来网住就死了。那还是兽族优势。你看，这波小歪都快三了。哇 ，DK 光环很关键。哇 ，DK 光环这把。这个牛头跑得飞快，这牛不好干，这牛有大无敌的兄弟。但是这一波大无敌还有个大，但是这波兽族骷髅有点对，这波兽族不用急，缓缓的跑了，哎、跑了，我操！兽族又回去挂机了，学到了，可以的，挂机了，我就挂机挂。学到了，兄弟们，兽族。但是 UD 还有一个鱼人。没事没事，有个鱼人，哎，你不是要回去挂机的吗，兄弟？其实没事，兽族的等级已经相当好了，稍微打一下小白就到三了。哎，这个骷髅也没几个大的，直接干 DK， 哇，直接干 DK， 你也太猛了吧！不过他这牛头位置很好，哎 ，DK 开出了无敌，但是吞了一个蜘蛛。没事啊，但是踩了三个蜘蛛，杀了一个，吞了一个。哇，这波 Happy 感觉有点乱了，完了雪崩毁灭被兜在后面了。但是牛的大无敌时间快过了。我有一技能把 TP 给牛头，对，把 TP 给牛头，大血递过去了，他有大血。你大血不解决问题，大血没有 TP， 没有无敌。就是大血，你只能踩一脚，后面还是要跑。是的。哎，杀力去！我靠！哇，卡要死了！哇！去！我靠，这盘和天这盘好像。妈的！满血直接死掉。这天这把好像兄弟们，我靠，那这样 TP 就是 UD 血回来，在家门口 TP 的兄弟，这波兽族就是死了一个狼骑，然后把用了一个大无敌，用了一个血瓶，哎，还堵了两个蜘蛛卡人口，赚了 UD 十人口，你看人口，哎 ，Happy 现在很尴尬，这盘五十一人口 ，Happy 这盘真输了，这盘力取等级太低了，他的力取不敢出门。这盘真输了，好吧。搜印这个秒英雄真厉害，很果断，他很果断，赤裸裸的秒，好吧。秒的挺好，哎、你他妈这样赤裸，人家秒的很果断的，好吧。很坚决，很无脑，很无脑，很无脑，好吧。郭子侠就是图也该他赢了，这张图本来就受阻。郭子侠就很大的怨气，你们知道吗？他说话，人家秒的好，他就说人家无脑。我想乐器秒的好，我想乐器有点大，好吧，兄弟们，很生气，好吧，心想兽族，你是不是老被兽印那么秒？心想兽族他妈这么无脑，这么垃圾，这都能赢，这就死了。你看郭子强怎么说话的？我想，哎，怎么不买无敌啊？牛没无敌，兄弟。买了，他在天之身上。哎，打起来了，兄弟，快跑！哎，完了，现在无敌还没递过去。没错，我。你发现没有 ，Happy 对牛头的怨念很深，刚见面就要 C 大便甩他脸上，他就无脑，哎，隐身，我操，隐身，但是没有，哎，这个头刚打出来了，完了，哎呀，这个隐身牛也是很尬的点，就是你的部队不一定协同做得好，他这脚踩的没什么卵用，好吧，你发现没？还行，我觉得他踩的还行，是吗？我感觉能杀两个兵就行，对啊，他杀两个，杀两个兵是狼骑网的，他妈和他踩有毛关系啊？哇，这就是我踩了把你留在这里，所以你劈哇，六连血兄弟，哇，这波耶， yeah, 我操，这也死了，哇，这波打完已经领先了20人口了，兄弟，再去买个无敌，再去买个无敌，就你妈离谱，这波讲道理，就你妈，就你妈离谱，隐身流这波隐身处理的很好，就离谱，好吧，那个蜘蛛是满血 的，满血的血。一个电一轮死了，满血的死了。这个猎头是两攻加大可多。哎，
郭子祥怨念真的深啊，我听出来。郭子好生气。好生气啊。这里收音别出兵了，买卫星基地了，兄弟，你没点了，人家在憋人口。这里收音应该买卫星基地的。是应该。这里他出，这里他至少苦攻远程采矿。对啊，他这里出兵不应该出这个兵了，因为打不起来了，很明显，短时间内。其实这光环可以卖了，真的，光环卖了，因为你。现在把光环卖了，靠 ，DK 光环也卖，郭子祥已经，不是现在 DK 光环为什么还要留着？你买秘基地开矿呀！我靠，疯狂的，下一波守住就赢了呀！疯狂的给还是很有用，疯狂的给受助选手出馊主意。不是你卖了光环，有时候拿过来追不上人的。你还没有宗师级受助的理解好吧？因为他开了迷你基地 ，UD 再被打回去，就根本就已经完全已经输了，破人。但是你有光环，你狼骑好往人，讲道理，好留人。受 UD 还敢出来？没事不开矿，还比自己破人口过来打。对啊 ，UD 还敢出来？出来干嘛呀？你不懂 Happy 不是挂机的人。不 ，Happy 打也很能憋的，因为他打瘦子，他觉得后期就打不过，挂机就得输。不是，他觉得别人开矿了，有可能。对他觉得后期就打不过。哎，又来了，又是力气。这个力气，妈傻，人家啥都没干，他就开了个无敌，被吓尿了，已经恐惧了，你知道吧？已经死了，历史已经死了。已经死了，已经死了。C 已经死了。C 过了，这团就不可能赢。人口越高 ，UD 越不可能能赢。团就不可能赢，因为。太恐怖了，输出已经打已经对，已经突破上限了。输出太恐怖了，你就救不回来。这个力气一上来就开无敌是对的，因为他无敌一枚他就秒他，没有人能救得了他。这个时候，力池唯一能救力池的道具只有 DOTA 里的盘子了。那盘子还没有无敌的时间久呢，你是不是傻逼啊？那盘子加无敌啊。上来先直接开无敌，然后有个盘子。好、哦，力气又死了。哎呀，欧皇驾崩了，兄弟们，真要没了欧皇。收音3-2领先。亚洲之光收音要插旗欧服了，牛逼！难道第一次在欧服被夺冠的人是收音吗？是的。收印要成为第一个在欧服夺冠的亚军。收印这次，他是一直站在胜者组的人，好吧？人家是人强实力，靠实力。确实是人强、啊。靠，他是站在胜者组。太你妈惨了！我跟你说，令这个老逼现在肯定在看直播，铁学了。不是，我跟你说，收印他不单单是打 UD 变强了嘛，他打暗夜的时候也打兽族内战的时候他赢了佛爷。是的。打暗夜他赢了那个佛吉，其实都挺有含金量的，感谢老虎老板的飞机，谢谢老虎老板。人家周印是胜者组好吧，不是败者组的，人家可是靠实力待在胜者组然后夺冠的啊。是的呀，还没夺冠呢，夺冠了再说啊，夺冠了，快了，就差一步。哎呀，我这盘真的是你妈的 UD 真的绝望啊！哎，这个都不是。现在很多问题啊，兽族学会挂机了之后 ，UD 只能冲兽族，然后肯定是冲不下来的，别人背靠商店，然后打你对边人口70-70又打不过。现在兽族后期，兽族已经就是不局限跟 UD 抢某个点了。感谢老虎老板。他就跟 UD 对扫图，然后再加挂机。是的。那 UD 怎么办呢？UD 只能先爆人口冲兽族。这个欧服杯以前每次都是欧皇夺冠是吧？别人夺过冠吗？不知道，应该都是欧皇夺冠。看看别人夺过冠没？好吧，我从。第一次欧皇赢了插漏的夺冠，第二次欧皇赢了浩克夺冠。你们觉得上一把
Happy 输在哪？欧皇赢的套的又夺冠。欧皇这个人吧，又夺冠。他唯一的弱点就是他的练级节奏，就是他抢商店的时候啊，不应该那么执着的去陪抓先知练级。就是我们想象一下，他小黑买出来，他是想抓先知对吧？然后他到先知愚人那里，其实已经看到了先知的位置了。那么问题来，他为什么不去练那个411海龟，然后往右边纠缠，一直要追猎头，其实是没必要的。其实那个时候，我觉得是这样的。Happy 他现在，他第一个小黑出来的那一分钟，他什么都不干，他就跟兽族在。对他的理解是追兽族猎头。其实那个时候你除非有三级 DK。能快速的能杀到猎头才是赚的，你两级 DK 你要追好久好久一发 C 才能杀一个猎头，那个时候你根本就没出来。对，其实那个时候就是你去跟兽族挂机是 UD 亏的，他觉得那个时候要很小心，那个时候是他的强势期。小黑这个英雄去练级还是收益高一点，那个时候你可以多练牛，本来你可以比牛头先练一分钟，你要去找兽主，那就好亏，浪费了那一分钟。UD 还有一个比较牛逼的选择，好吧，他小黑买出来 ，DK 一个人看，跟着先知遛弯，然后小黑自己去单练，然后等别人牛头快出来的时候 ，DK 再去找小黑汇合。就是他的练级。总之，办法。在中期小黑出来的时间那段时间亏，搞到后面很难打。那现在欧皇需要看一看120的作业。是的，还有多久？这哪叫作业呀、啊？这是理解问题啊。看一看120的理解，跟120不是，他就算看了录像，他也不明白，因为他的理解就是他觉得要赔，这是他的观念。没事，那他应该多也不能说谁对谁错。多学习一下郭子强的录像。多一种选择嘛，多学学郭子强的。其实我也觉得 Happy 的开局他经常很亏的，他就是操作猛。哎，开局亏，先知猎头太强了。哎，不是，他那个亏你妈亏的很离谱的，好不好？就经常。我也经常亏啊，我不亏能三级先知，三级 DK 打五级先知吗？妈的。他亏的，就他很多时候他是亏的很离谱的那种。不死打剑圣才会出女妖，打先知不用出女妖，女妖就是拿来搞剑圣的。这没人全是猎头。先知靠的是狼跟闪电。没人全是猎头，你出女妖是不是死得很快？全是。先知猎头太前期太强势了 ，UD 就不可能能优势。还好吧，我觉得也没那么劣势吧，还行吧。是可以稳着打，追求那种不那么劣势的局，但是那种局就盘盘就是你前期三七开四六开，那也很难受呀。但是你后期你英雄强呀，你成长性。我靠。嗯。是吧？还没结束。我觉得哎，先知小歪牛头这三个英雄，我觉得跟 DK 历史小黑这三个英雄成长性其实差不多，我觉得。剑圣小歪牛头是比 UD 要强的，先知小歪牛头其实差不了多少，跟 UD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在没有毁灭的情况下是差不多的，有了毁灭。我靠 ，UD 敢飞毁灭吗，兄弟？飞了就死了。打到残局就是你厉害呀。对，得打到残局。打到那种。对，打到40至50人口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兽族的猎头少了。不足以很快的杀死 UD 的兵，那个时候打到残局 UD 是有优势的，但是问题来了，很难坚持到那个时候 ，UD 很难坚持到那个时候就已经被消灭了，所以 UD 要一定要很有韧性，这个对抗才能打得好一些。我觉得今天搜印打得最好的还是秒英雄，他这秒英雄秒得真的好，秒得好果断每次。今天的比赛完了以后，明天是不是没比赛？明天没比赛。后天呢？
后天 UD 是不可能开矿的，兄弟们 UD 不可能早开矿，因为什么 UD 需要开矿， UD 的开矿矿盖子255，五个农民，你还得造铜陵塔，起个兵塔，因为你得防狼，不然你跟别人打政变的时候，别人分两只狼，你的矿农民就都死了，所以 UD 不可能先开矿的。好了，马上 UD 只能憋高人口，憋更多的人口，去高人口打低人口，这是唯一的解法。搜印打 Happy 的胜率38%，好高啊！蓝色6%。我靠，怎么还有这张图呀？那难道说真的要干翻 Happy 了吗，兄弟们？要干翻了呀！我也感觉。哦，这是 BO7 Happy 去的 EI 和 TS。还有 TM， 他应该把 TM 了。哦，对对对。不过这张图搜印不一定会打，好吧？这张图还有什么需要？因为你没发现吗？搜印喜欢双线练级，就是他喜欢两级先知去陪，然后部队双线练级。那这个地图前期不就打不出优势来了？双线是吧？对，因为这个图还是一起练级比较厉害。没事的，可以给维兰写信的。我也希望有新补丁呀、啊！我操，妈的，别管你怎么样，你先来个新补丁啊，先恢复更新再说。好像我今天看了个新闻，据说新饥饿已经准备要恢复付费内容的这个更新了。妈，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，就那种微博截图爆料，那种靠谱不一定靠谱的。对，不一定靠谱。现在这个收购还。还没那个呢，还没完成呢，是不是？我觉得应该是已经差不多定了吧，不然他能发这么大的新闻？他只是声称要这么收，那股票在股市上，你说买就买的吧。这种要是没收下来，然后你发个这么大的新闻，那不是会被对公司的声誉有影响的呀，信誉有影响的呀。这种收购不是都是预计好吧，准备这么收购。然后同时在执行，但是完成的话需要一段时间。我觉得应该是不会有太多变数。变数是肯定不会有，只不过是时间问题啊，是吧？不，谢谢，感谢邮递范老板的两个火箭，谢谢邮递范老板。谢谢邮递范老板的两个火箭，谢谢。谢谢邮递范老板的虎牙一号，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，老板大爷，谢谢，谢谢。感谢支持啊，多谢。我靠，这么多骷髅链这里，兄弟。不是，搜印居然无脑练级了。那邮递好难打呀。跟着地图对症下药啊。哎，哎呀，哎，死了就死了。哎，既然他这个四身上来都是要死，为什么要出呢？找小动物吗？对呀、啊，他既然要死的，为什么要出啊？我有个问题啊，郭子祥能解答一下吗？你开局，你不出那个农民，万一你的羊跑到远处了呢？你开局没羊练不了级，就是为了找羊是吧？对呀、啊哦，你必须得找羊呀、啊，你不找羊，羊会动的呀。好贵啊！我靠，这么打 UD 好难打，真的好难打。UD 练完这个点还到不了三级，三级了。别人甚至还能练你的分矿，然后去冲你的家。先知三级了，兄弟们。没到三吧？这个点练完。练完正好到三。正好到三了，对、啊。这是经典练级路线。对，我的经典练级路线，练完正好到三。这张图是真恶心啊！三级了，我去，回了。这波收印、过来搞你家、哎，这波过来搞家很亏，好吧？他备胎还死了，他那个备胎其实最好是二本。继续练就完事儿了，没加搞个屁呀、啊！对，福克斯就喜欢这么搞，我跟你们说，然后就亏了。好 ，Happy 也三级，那我觉得也不赚呀、啊，受阻。对啊，他的选择就有问题啊。哎，能杀农民，无所谓，二本快好了。
其实我觉得这波兽族不一定会赚。差了两个，差两个其实还行。我感觉兽族亏了。还有死两个。两个农民换两个猎头。亏了。但是你交易那条狗没杀死，尤地把狗塞回来了，这波兽族亏。兽族小亏，兽族小亏。多交一本回城。嗯，对，其实猎头换农民，从经济上来讲是五五开的。因为 UD 补农民的时间也少攒钱了嘛，是，比如说在市井上造个建筑然后取消，市井会消失吗？我不知道，应该不会。什么东西？有个人说他在市井上造一个建筑、哎、然后再取消，那个市井会不会消失？我觉得应该不会是吧？应该不会吧，我觉得。 A player's forces are under attack。这里居然让 UD 把中间的点练了，不应该。因为他这张图真的不应该，就是因为他刚才不应该去受 UD 家里面的，你没有加速，你对你的效率很低的上面。治疗守卫，哎，你发现没有 ，Happy 这把他就没有去陪、嗯、那个小孩。嗯。那这盘 Happy 的处理方式是 OK。Happy 也有变化的呀。Happy 可能也进化了，兄弟。这倒不是变化，别人刚从你家 PP， 你肯定是要买出来英雄练中间的脸，你不可能买的英雄去怼别人家里吧？太有道理、啊。对吧？还能再陪一会，陪到盒子出来。对局欧皇确实，但是欧皇其实 TH 那盘的优势也很大的。这盘讲道理 UD， 我想一下 UD 优势一点点吧，六差不多六四开。主要 UD 能把中间的两个点给掉完、UD 的问题是什么？他这盘由于补了两个农民，他的 BH 很慢，科技也很慢，特别慢。先知去干嘛？先知兄弟，他是想宰一波农民吗？他连单船也没有 ，TP 也没有加速的。对呀、啊，没单船没 TP， 你这能杀到农民？我不信，好吧？你要说这种局能杀欧皇的农民，而且还没有蓝，这波要死农民太菜了。是的，欧皇然后一会儿他死农民，欧皇不可能，欧皇这种局是不可能。然后他一会儿死了怎么说？别闹，这种局欧皇是不可能。那你连闪电都没有，凭什么杀嘛？这种局欧皇是不可能死农民的，好吧？郭子强，你以为是你呢？闹呢？哎，笑死我了！松印为啥这么强？顿悟了呀！悟了呀！松印这个比赛突然间就打通了人多了脉。是的。打魔兽就是像你这种。武侠小说一样，就有时候你会在一个瓶颈期卡很久，突然你就过了。哎，我觉得我想了一下，我觉得这种局 Happy 应该是赢了。搜印身上的宝物没有一个有用的。是的。哎，搜印会不会勾石头人呀、啊？这石头人还有不会勾的吗？你直接把他勾。直接把它勾出来，然后带着的 H 带着 AD 把 A 过去不就行了吗？对啊，这我靠，你都知道啊！是 AC 小路不就这么练的吗？你把它勾出来，然后是吧？就是这个石头人不放技能的方法。对啊，这不很简单的？对啊，完全很无脑啊！好了，石头人跟傻子一样的，人没 A 几下，好吧，人没 A 几下，半血了。现在不用狗了，现在直接 A 就行。哎，你看放了这么多技能，因为哎无所谓，因为这一波他有两个，这个石头人这样，他如果脸上贴着三个兵他就会踩一脚。那交战，我觉得这种局欧皇是要赢。我也觉得是要赢，宝物有点，这盘有个吼叫，周印的宝太垃圾了，小黑三级刚好三级。虽然啊，这个966其实兽族是很难让 UD 练下来。现在抓过去，他看见了，肯定抓过去。哎，但是他为什么在那儿挂机这么久呀？他被懂了，他被懂了，直接练大的。那来不及了呀！来不及，只能把所以。来不及。但是其实这两个六级狼也很关键。两个六级狼因为给这个小歪单。对，经验值很重要。
哎，这个宝物还可以。也小黑。哎 ，Happy C 六级狼 TP 就给你留一只六级狼，不过下面还有两个小绿点。三类狼好，细节很好，封印也是很细。这两个小绿点，千万千，如果兽都想赢的话，不能给 UD 感觉。但是好像那个位置很难跟 UD 开团。兽都已经没有点了，你发现没？兽都已经没有点抢不了啊，但是。是不好抢，那个位置不好抢。抢了。现在正面封印就打不过 Happy。是的。有主要有一个吼，有个吼叫、哎。Happy 打出来三个骷髅。好抢，抢了一个那个，抢把个大怪抢了，还把宝物给咬了这个狼。啊，无所谓，这里 UD 主要是要骷髅。对，骷髅很关键。现在地图上唯一的一些点只有左边的实验室，那个点可以让小白单练到2.2级。实验室好像是有糖。对 ，Happy 只练了一个大熊。那是销售。哎，我靠，一个五级怪了。小的也练掉了。但是五级怪那也能刚好到两级。也能到两级、啊。搜印破人口了，这里搜印破了人口 ，Happy 没破人口。擦屁股了 ，Happy 这里。这个位置，哎呦，有点开阔 ，Happy 这里。打牛沉默，开吼叫了。吼叫一开，这波兽族打不了，兽族赶紧跑。这兽族要跑，要跑就只能用 TP 跑，你用腿跑不大好吧？开加速跑。不是你跑得比人家快啊，你怎么跑啊 ？No 啊。好亏啊！对呀、啊，我又干 DK， 秒吸 ，DK 无敌。哦，这脚可以。哎，这是飞空了吗？那死了两个。哇，这个空 C 很关键啊！这一空 C， 已经无敌，已经 TP 已经递给牛了，牛 TP 了，牛要 TP 了，血赚。那这波兽族很赚。不是很赚，是赚了。哎，吞了一个，我操！你们看人口吧，你们看人口。科多如果刚才把嘴早点张开咬住，吞掉，那感觉这波 UD 就炸了。UD 已经很亏了，好没兵了，你看 UD。血亏这波，我靠！我发现松韵打得越来越好，真的。卡了吗？我看一下。这盘松韵打得越来越好了。我没丢帧呢、啊，可能是他那个主机卡了吧？你们换个线路看看。这里牛还需要一个无敌，小歪幻象去侦查松韵，怎么办呢？现在松韵破人口。讲道理，这种局。那个人口不是破倒了，没点了。UD 也太难了吧 ！UD 唯一的优势就是他现在在压人口，能一会儿爆出跟兽族差不多人口的部队。但是其实越高人口 ，UD 越难打。还有两个骷髅，这就是现在最难的地方。对，牛要买无敌了。兽族这里也就六十嘛。兽族这里有个问题就是兽族，但是 Happy 顶多也就六十了。对啊，六十不算高，我觉得六十打六十。哦，这里遭遇了。我觉得六十打六十 ，Happy 根本就五十打五十要对 UD 来说难。不是，这里 Happy 根本就没有六十，打起来了呀，这肯定打起来了。哎，不应该打，他是哪来的自信打呀？哎，秒来个狼骑，牛这边位置不是很好。哎，这个无敌开的也太……他无敌开的很果断。是的，他觉得被踩就死了，就是搜印给的英雄压力大。这个狼骑的拉走了。哎，这牛被卡住了，这牛。现在 AD 板。搜印给 Happy 的英雄压力太大，所以 Happy 才会这么谨慎。是的。讲道理，哎，这一波秒的有点勉强啊，狼骑都没跟上，哎，小白没蓝了，这里小黑也没蓝，狼骑还能接一个，狼骑往盒子，往了盒子，这边秒了一个前面的蜘蛛，砍住了，这 DK 一发 C， 牛还有无敌的，牛还有一脚 ，DK 没 C 了，牛还有无敌。哦，牛没吃出来，牛没吃，没点出来，被诺瓦死了。直接用诺瓦诺死你。是的，没想到吧？是的。先只小心一点，牛头买活。没来啊，兄弟，没来也是，你没来就是只鸡。买活了就那样嘛。是的，有药膏吗？兽族没药膏，而且这波兽族幻象也没有用。没加速，幻象了两个牛，这都打，幻象没用了，走不了了。哎，牛还敢回头？他没蓝回去干嘛？你没蓝了，你回头干嘛？他想到四级是吧？到四级才了。三级哦，哎，先漂亮，秒掉小黑，哎、可以五级 DK 还有一发 C， 那一了稳了。哇，这一盘是杀牛漂亮。这盘杀牛太关键了，没看到牛，我感觉他输了。
哇，没杀到牛 UD， 其实没杀掉牛 UD 也不一定输，因为那个牛也是个废牛呀。他还有一脚踩的呀。但是兽族也得跑了。是的，他那里牛光有踩是不行的，就是要有狼骑。是的，你光踩也没用呀，你没有狼骑了，你杀不掉东西。你得狼骑加踩。打平了。我操，激烈。打平了，兄弟们。其实这盘无敌就算顶出来也不一定能赢。对，因为始终 Nova 就是 Nova 又不会被你秀，对吧？意思就是你如果顶出来无敌，我 Nova 还是在的，你如果不走，我还是可以 Nova 你。最后一局了，好吧？我发现好吧，我发现就是 UD 这种局，兽族打 UD 这种局，就是兽族如果小外没有三的话，最好也是得有个 TP， 就是把牛头的状态打没了就跑，就是、牛头 TP 走，对，打没了就 TP 走。感谢609的吧。你这么说，兽族 UD 以后还玩毛呀？因为一旦你的牛没状态了，其实就是上手牛的那几脚踩，兽族是能赚的东西的。但是踩完了以后，你没状态了，你就打不过了。所以我跟你讲，兽族很难美国团有回城的。你知道兽族补给要多少钱吗？无敌是一定要有的，而且还要有加速，要有那种回去什么小进化啊这种。吃一大堆，那就你看那没有 TP， 那就一定要买加速。加速是可以有的，你还买个回城，那你一波团的成本不是得1000块？最后一局了，结账了，结账了，他们今天结账有问题啊，他有点慢，等下等会应该就能看得到。好，最后一把，马上最后一局了。激烈、啊。这盘主要是搜印的英雄没有什么有用的宝物，打到 RPG 的阶段。打不过 UD， 是的、UD 智力加六，打六盘，收印是有一小分优势，对，他是胜者组冠军啊。接下来最后一张图，我想想还有什么图没打呀？不会是 SG 吧 ？LR 有没有可能 ？LR 肯定收印办掉了呀。收印办的是啥图啊？办的是收印办了 AZ 和 LR 吗 ？AZ 不是 UD 要办 AZ 吧？UD 为啥要搬 AZ 呀、啊？我感觉还是好吧，我也不知道，他们两个续图很奇怪。看一下，反正是最后一局了，打得好，打得好激烈啊！还有 SG 有可能也会有 ，SG 应该是 SG， 不好，因为因为打到 BO7 的比赛，其实每个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。是不是 CH 没打呀？对 ，CH 也没打。CH 那就是 CH 了。因为两边都不可能办 CH 的。CH 哦，对，好像是没打 CH。还是佛爷打的 CH。你说搜印不是很弱吗？怎么能赢 Happy 兄弟？搜印现在是 Happy 克星，不知道了吧？兄弟们，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，这句话听过吗？那我问题来了，搜印为什么突然勃起了呢？勃起什么虎狼之词？郭子祥郭子祥他妈什么虎狼之词啊？不，没问题的，玩 UD 的是这样的是吧？乌鸦王嘛。第六局结账，第六还没打呢。你不要看比分是3-3，他们打的刚才那还是第五局，对不对？也说不好，因为如果刚才牛头把无敌开起来，他的经验是差一点到四的。不是他的小，他如果多踩一脚，他的我想了一下，他早点踩，他的小歪是可以到三的，你知道吗？他到四了是这样，他到四了之后，他可以用腿跑，他顶多被追死俩猎头。他如果能踩一脚杀两个兵，他小歪到三了。是吗？那我就没注意小白。他小白最后已经到三了，你没发现吗？先这里打了 CH 了，那这张图感觉收印很有机会啊！这张图，收印太有机会了。那这么说的话，还是收印的优势主机。啊？他们是主机互换打吗？
对，我好像看弹幕是什么。是吗？谢谢要不给了吧送的灯笼啊，谢谢龙井路车神送的雪瓶，谢谢我现在托拉曼送的小星星，谢谢。哎，奥克沃普就是搞笑的。奥克沃普。哎，他们这个那个什么欧服的比赛这么人性化了吗？还主机换着打？那不是我们的复兴复兴杯不也是主机换着打吗？我觉得现在这就是主流 啊， 对啊，就是你要亚洲选手跟欧洲选手一起玩，就要尽可能对，尽可能的公平，挺好的。靠，牛逼，牛逼！怎么公平怎么来。是的。牛逼。意思是上一把搜音是劣质主机，然后打得这么好。你我真的是这意思吧？我真觉得搜音现在打游戏真的好厉害，真的很明显。我靠！我觉得搜音现在有一点打得特别好，他秒英雄的。我你妈！节奏秒特别好。不光是秒英雄，他的攻击目标真的爆了福克斯不知道几个档次，好吧？真的。他那个加速的 timing 我操太完美了，他的攻击目标的选择爆了 N 个档次，每次你哈完你的 Nova 我就一个加速上去干你。 Happy 被今天被松音打的这个无敌不知道得提前多少秒开。是的，是的、yeah. 你什么时候见过欧皇这么无敌的？牛头不是纯加移速，牛头还加攻速呢，牛头的光环还加攻速，反正周印的练级路线有点妖啊。嗯，他都是这么练的。后来抓，这就是最早的练级路线。对。不，我想了一下，他的练级路线是，他平时是喜欢练完这个鱼人直接勾那个实验室，你们知道吧？对，他这么练，他先知也没到两级，一 K 两级了，他要回去，他又要双线了。搜印双线哥，他的就是很喜欢双线。搜印是双线哥，他打 U 一的理解就是我双线。对，他不喜欢硬着来。我的优势就是双线，他觉得。哎，但是欧皇这边也双线，而且能把你的宝物抢了。完了。那我觉得这把搜印开局劣势。是的，是的。这要丢一个头环就雪崩。哎，不是练不动了，还是这里。没事啊，没事没事，练一个怪就够了，因为他的骷髅本来就你如果不练也浪费了。不练也消失了，哇，这里还能把这整个点练掉，哇，爪子，整个点练掉，讲道理有点伤。这个怪用 C 然后走人吧，就练完这个怪，把这个怪 C 掉走人。是的，反正有泉水的不怕掉水。他要都练完，我觉得我讲道理，我觉得都练完有点拖大了。猎头来了，都练完有点拖大了，撤了，别练了，因为是这样的。你别看你这里把兽族的点列了两个，但是让兽族知道你的位置了之后，你也很难办。你 DK 没事做了现在。对，兽族练级会很大胆。现在 DK 可以去泡个泉水。但是你泡泉水这段时间，等于是你什么事儿都没在做。然后回家买个骷髅棒再练级，只能这样了呀。你科技蜘蛛肯定是前期练级是练不过猎头的呀。不过还好这把宝物不错。如果是他刚才打 U 兽子的点打到的是一个指环，我觉得就亏了。一个宝爪子的话，来抓吗？这盘，哎，这波 Happy 是他是来抓的，这波有点来搞笑，人家三级了已经。他为什么要过来？不知道。好了呀，我觉得 Happy 炸了。练兽子的实验室呀，他我觉得只要他练实验室就没问题。练实验室没几个骷髅，也太难练了。没骷髅，兄弟，我刚想起来，他没骷髅怎么练啊，兄弟？要买伐木机吗？搞笑呢，买伐木机，这个怪爆了星火，练一百年，好吧？你傻兄弟、哎，你今天脑子是不是完了？打太多盘了，有点僵住了呀。我觉得 Happy 累了。真的，这里练的真的难受。他练这个点没有任何道理，没骷髅的这个点。这个点，这么难练，练完只有两个骷髅，雪崩好吧？你看他，不过他这么打，比他赔要好，好吧？比他赔要好。你要这么想，他如果赔只会更亏。是比他，但是练这个点也很值，我觉得。他现在要练哪？这练完一个骷髅都没有啊！他最后一个。最后一个怪还是 DK 自己单吃的，那好亏啊这练的。哎，不过搜印不知道自己实验室被练了。没事呀。啊。不知道就不知道。他居然要勾这个怪。我靠，可以。
我是以为啊，他会去实验室，所有部队去实验室找一下，发现没有，再去中间，那样节奏就不好了。但是他居然，哎，直接勾，没做，但是没勾，没围好，没练好。勾这个点是好的，但是没练好，卡位，哦，卡，可以，动不了，可以，卡的漂亮，他们动不了，哎，好。哎，不是吧？不要吓人啊，兄弟！还好没抢到。可惜宝物很烂，掉了个牛头光环。这个骷髅。没有没有，牛头光环现在有用，好吧？现在有用。他因为他有啥用？他因为他一级生产。哎、你们看 Happy 一个细节没有？他没学技能的。Happy 插了个隔墙眼。啊，隔墙眼。他从小鱼人插过来。他我觉得这盘五五开，真的五五开。这盘收益的点多呀，但是。Happy 的小宝物多一点，但是 Happy 练了很多永久 Happy 的小宝物多一点。UD 的节奏这盘比前几盘好太多了。我、哦、这一盘、他没有盲目的去抓、哦。这一盘可以过来，他要抓那个练级吗？这里打不过呀。别抓了吧。打不过，抓了打不过呀。抓了打不过呀。狼骑快好了呀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抓不了吧？哎呀，过来都练完了都。哎，但是说不定能塞大怪。没飞到，没飞到，血亏。哎，血亏，牛打了个光环，血亏这一波，好亏、哦。不是他这个为什么直接掉回城啊？都沉默了。这波先知他妈两级电，不然其实那个 C 有机会 C 到 的。这波血亏，看没人练两个点，还交了一本 TP。没想到 T 先知两级 C。走了走了，抓紧时间练下个点去。那本来这盘五五开的，抓完这波直接变三七开了。不是我觉得已经没有三七开了。他现在没有力气，他练不了泉水，他要买 TP 去练别人分矿，他必定被抓，被抓又 TP， 必定被 TP， 对，必定被抓 TP， 就是练不完这整组怪 TP， 对，他必定被抓 TP， 又亏了，好吧？而且他如果他一被抓 TP 了之后。终于没来，他能练，他还得再买一本 TP 才敢去练龙。你看他练完了，他被没，他被抓了龙也没了，他怎么可能练得完龙啊？我说练完这个点啊，我是跟幺幺零说，他不会要电死吧？哇，直接 A 死了兄弟，那还是亏啊！我的蜘蛛，你他也太离谱了吧？他现在去抓别人练龙，搞他 DK 就没有来一百多来，人家打不过呀，这个、人家勾出来网住。他们怎么抓、啊？而且说不定还来不及，他过来可能龙已经快是的快练掉。他拼了，他拼了，那只能拼了。最后一个点了，都不买就拼了，没得选了。他最后一个点了，只能拼了。他拼是对的。现在收音要去买无敌，但是他的牛有个大问题，他的小黑有个大问题，他没蓝，没蓝了。哎，我吼叫，这波牛没无敌，这波牛没无敌是个伏笔。哎、牛回来干嘛？牛回来干嘛？C 漂亮 ，C 死了。哎，这是个演员啊，收音。那这个牛回来干嘛？不好说了。不是没不好说。不是不好说，这样还行。兽族要输了。兽族要输了？真的吗？不是啊 ，DK 没蓝了。先知有个大蓝兄弟，哦、靠狼都能打死 UD。牛死了都赢不了。不是 UD 没蓝啊，他杀的好像是空蓝的。哎，历史历史历史 UD 无敌有无敌。无敌时间过了怎么办？没事，往 CD 往 CD， 现在应该能跑。盒子要死了，这盒子肯定是没。但是这波 UD 其实也非毁灭变，毁灭没好吗？好了吧？怎么可能没好？好了，它是没变，没死。这个盒子一死，我 UD 就要死，哎，这个盒子一定不能死。哎，死不了。哎，收音上头了，收音在干嘛？他想追死那个毁灭，我靠，这一波血亏就上头了，小亏。我是说追那个盒子追亏了，对，追盒子追亏了。但是那个盒子 UD 变起来毁灭了，其实还好。 UD 一旦变起来毁灭，你看他小黑一直没有补魔，是的，不能 BCBC 的按。刚才收音只要有一个无敌肯定赢，是的，他有点激动了，是的，他感觉要夺冠了，因为这是决胜局，是的，要夺冠了，有点感觉自己。但是 Happy 夺冠了，也不该追啊，我觉得。我要夺冠了，Happy应该去练20秒。Happy应该去练级的，牛快活了。Happy应该去练龙。这波再追要出事啊！不，还好，牛要出来了。这边能打几个骷髅、哎？小歪有无敌，小歪有无敌。小歪要死了，小歪，哎呦！
这无敌这个他也很亏啊，这是给牛哥的。是的，哎，他没要高，他没要高。我觉得收益没了，这无敌一交就很说不好，说不好。先知身上还有个大蓝呢。是的，哎，没用，主要是要有无敌。啊，不是 UD 都已经打不死牛头了，还要有无敌？要的，要的，要的，待会要的呀。小歪去，待会儿是要的。小歪去买那个先知五级了。这波又杀了两个五级先知，哦，那还行，还是那个，那还是收益优势呀，还是收益优势。但是我们这么反复，所以我们会不会打我们？没办法，这个局势太这个局势太扑朔迷离了，好吧？对，确实这局势一直在变化。讲道理，兽族这盘打的比 UD 差很多，讲道理。就是后面的几波操作有点那个吧，他有点激动了这里。我建议牛买个隐身，有可能有点紧张激动了，因为决胜局嘛，是人生首怪啊。我建议他买个隐身上去，他的牛，哎，不要这么冲泉水吧，兄弟，你的牛也没血瓶。哎，他那个盒子怎么没那个了，全是毁灭了。Happy 盒子没来了。对啊，盒子没来了， Happy 要输了，兄弟们。中来给给了，给给了。不好打，牛还有瞬间死了两个毁灭，是吗？还是一个呀？啊，一个吧。死了一个盒子，一把电杀蜘蛛，蜘蛛死了，小白两级了。现在猎头甚至都可以冲到泉水里，是的，干了，反客为主。但是走掉了，走掉了，走掉的话还行，走掉就是五五开，我觉得。不行不行，走掉了还行。不是，我说走掉了也不是，也不太行，我觉得不是五五开，不是五五开的。因为是这样的 ，UD 两个毁灭，一会儿怎么办？对他，我觉得不大行。毁灭还好啊，我觉得。两个狼骑啪啪一网，两个毁灭就死了。不是很多的，真的不。就是毁灭这个东西，他打先知猎头，我觉得是打着一半的时候，别的狼骑死亡之后，你飘起来是很好的。如果你开团，就天上飘两个毁灭，别人只要一网下来，你毁灭立马就死了。哇，八 ，happy 八。祭坛都卖了，又卖祭坛了。就是残局毁灭很厉害，但是开刚开，现在五十打五十。但是五级先知两个毁灭，小白在单练。五级先知真的可以出两个。这局小白离三级还有一小段距离，狼在咬农民很烦人，狼在咬农民，很烦。那还行。但是 UD 本来要出去练级的。哪还有点个点，有两口汤，哎，别送狼的经验。哎，他想，不是他等着反召唤呢。啊，坏得很。宗毅破人头了，宗毅，我靠，宗毅真懂啊，他又破人头了。哎，他现在两个隐身，我靠，他现在两个隐身狼去把。Happy 怎么不补人口了呀 ？Happy 他没钱。Happy 觉得哎呀不行，再挂下去他要输了。小白又喝一口汤。你看 Happy。Happy 生了吃啊，我觉得就秒成狗了。我觉得 Happy 这种局杀不死英雄，他真的输了。小白要三级了，他现在彩钱也关了，门也出不了，他还不知道对面开没开矿，他只能去进攻对面，但是对面破人口了。哎呀，这盘我觉得先秒小白，再秒你口，对，好吧，只能先秒英雄，或者秒先知也有那么一点机会。先知不好秒，先知五级的，现在只能秒英雄。你别的打法已经不行不通了，他现在连 TP 都没有了 ，Happy， 这波很果断，他要飘四个暴击都毁灭，哇，他要飘四个毁灭来，那人口你看，他没人口，他失误了，他吸了蓝但是没有人口，往 DK DK 有吃的兄弟，直接养 DK， 我觉得打爆毁灭的没必要秒英雄，你只要把毁灭杀死，应该先秒毁灭的。这第一波踩的其实一般，他在秒狼骑 ，Happy 在强秒狼骑，没有狼骑了。好，没有狼骑，那就没有操作空间了。是的。哎，但是不行啊，把猎头太多了，你的毁灭好像也就那样吧。猎头太尼玛多了，兄弟。他这个爆毁灭爆多，我就没看懂啊。不是。他把毁灭的蓝都吸完了，你看，把盒子蓝。是这样的，有三级狼的存在，你出蜘蛛已经是就是被。牛牛牛牛牛。白给。什么时候有狼骑？什么时候有狼骑？小白磕了个蓝屏，狼骑来了。狼骑来了，那 Happy 要炸了。我觉得 Happy 要输了，对吧 ？Happy 能不能把狼骑给打掉？这波现在你别看这波 Happy 打五十啊 ，Happy 的质量贼差。但是其实这一波 Happy 打的还行。
目前他这波是我觉得打的是赚的，他秒狼骑秒狼，目前赚了，他杀了两个狼骑两个猎头，是他太跑了。好了，可以啊，他可以，这波真的可以，继续回去憋，回去憋，他没破人口的。我 happy 这盘劣势时候处理很冷静，讲道理。他搞了个阴影，你看到没？判断很准确。这个地方这波和阵型有巨大关系，好吧？这波打完，我觉得有机会了，有机会五五开了，差不小劣一点吧。是有机会一点点，我觉得有机会赢。是的，你看他英雄身上三个无敌，他把无敌都抢了，没有无敌，对，他抢无敌了。现在周印别出的都是些狼骑兄弟，我跟你们说，兽族打这种纯毁灭的局，你只要把网都给毁灭，不用管他的英雄。是的，周印还在出猎头，出狼骑，把狼骑网住，随便杀那毁灭的狼骑，把那个毁灭一网，你把他毁灭一网。他想这么拉扯你都没有拉扯你的机会了。哎，不是，那你为啥要生狂狗啊？现在这么因为是这样，不是，是因为是这样，那个蜘蛛现在已经没有用了，因为你蜘蛛不是被狼咬就是被牛头踩，你没有蜘蛛反而地面上少点东西让牛头踩，秃狗是为了秃更好的秃猎头，就是这样。不是也很怕被牛踩吗？是很怕被牛踩，但是是这样，就是如果你没有狗，你这局唯一的打法就只能是干英雄了。但是你有狗的话，你可以找兽族阵型不好的机会，先秒一排猎头，看一下这波打出一堆骷髅来，这里要打了，然后利用毁灭打，哇，巨多毁灭，爆海量的毁灭，毁灭加狗啊，真的。我觉得这种局搜印不一定会打，他可能还要干。这种局干英雄是不好干的，对面这么多毁灭，这种要先干狗的，这种一定要先干狗。这种局就先 AD 板，然后网毁灭网的位置好就点毁灭，不然就 AD 板，先杀，把这些狗和骷髅清掉。好，这里要打了。狗一定要清掉。这种千万不能打英雄。狼骑给网。那你在做战略准备。又他妈网力吃。先开始薅你的英雄。我靠！直接把力气给无敌下出来了。牛也有无敌，牛四级，所以说没有必要。你不往毁灭，你往英雄，你的牛头就要开无敌，就要走上去。完了，你往毁灭，你的牛头根本就不用走上去。完了，我觉得情况不对。牛头要交回城了，他牛头已经没无敌了。哎，我操，这么果断，奶了一口牛交回城了，还行，这波收益还行。是这样，赚了，这波收益赚了。他只要狼骑网到毁灭，他的牛头都不用上 ，UD 就拉扯不了了。但是他如果网的是英雄，是的，你的牛头就得想上去踩，就是无敌换无敌。但是这波收银赚了呗，因为这波 Happy 的无敌开的有点 ，Happy 开了两个无敌，收银开了人家，而且兽族人口太高了呀，而且这里还是收银赚，主要他们少低十人口怎么打？对 Happy 好，松鹰去买了 Happy 的无敌了，那我觉得 Happy 这里有点难打。不过这盘有个好消息，就是松鹰的矿是先干的，我觉得松鹰的矿已经没多少钱了，快干了。一旦矿干，我觉得松鹰还是要输。而且现在 Happy 的部队是没有攻防的，松鹰这里三攻一防。不是，松鹰必须要打完一波团买迷你基地了，好吧？他再不买迷你基地开矿，他就输了。那不一定。是吗？大家都没钱，他的矿先干。Happy 怎么冲进去了？你有 TP 吗？有 TP 有 TP， 但其实这个换地洞没什么用，好吧？兽族已经不可能再出什么兵了。对，其实兽族现在他的钱就是拿来迷你基地啊。这波拆地洞其实还有多少？看还有多少钱？兽族就这六十人口，然后疯狂买补品了，就是。他就六十人口攒钱迷你基地。还有多少钱？我想看一下。不知道。疯狂看一下疯狂，两百块钱，我靠！那兽印输了呀。Happy 也只有500块钱。现在收银要卖点东西，大家都卖。Happy 还能爆到六十人口是吧？那就是六十打六十。对，也不好说好吧，反正是最后一波团了，真的是有点大决战的味道了。有点精彩啊！有点大决战的味道。就是最后一波了。收银现在远程采矿吗？还是？哎，造矿，造了基地，然后远程采，可以行吧？他不是。他造矿，我觉得
可以好吧，因为他的目的其实啥，就是逼你过来跟我打吧。但是照况的话 ，Happy 就可以慢慢的。那没事，那把自己的。没事，因为 UG 的钱也有限了。UG 的钱有限了，他就70块钱了。报他想报到70吗？有没有资源报到70？我怎么觉得？觉得你多卖点无敌比较好的。是的。要不把3本老家卖了？因为是这样的，他的就是他已经不会出蜘蛛了，就是他只是狗和毁灭，毁灭这个东西你出的太多，我觉得多卖点无敌靠谱一点。哎，你说要不要把3本老家卖了？卖了呀，卖了呀，有啥不能卖的？没什么不能卖的，好吧。其实我觉得这种局可以出胖子，可以卖啊。卖没什么不能卖的，现在。卖了能多个。500-600块钱啊！现在 UD 出啥兵都死得很快，胖子卖不是秒，一样是秒躺。不是，是这样的，现在 UD 的所有的单位，除了盒子以外，都是为了给他的英雄创造输出空间的东西。又被毁灭了，不管了，62人口打60。他这波啊，我觉得是这样的，他就是用毁灭来强化你猎头。对啊。换到你数量下去了。对对对对对。就是强化猎头换下去，然后看 Happy 天，比如天上还有两个毁灭，然后靠三英雄两个毁灭 RPG 掉兽族的猎头。是的，你们别看现在好像猎头克毁灭，但是一旦换着就是换着一旦猎头数量不够了，那就杀不死毁灭了。过来劫农民打骷髅，上来打一套牛。哇，这波又直接无敌一脚踩。没踩到英，我觉得不应该打牛头。狼骑往谁？狼骑往就杀你，往了两个农民兄弟，他往两个农民上来两个网，杀 DK，哎、哇 DK 死了，无敌没交出来，这么多毁灭没去到，这个波明显不能干牛头，因为你都是毁灭，你的所有的输出打你的毁灭是没有，打牛头是不可能上去打，哎，而且他没虚过来，他 DK 有无敌的，他没虚。他驱散这个小黑，也很危险，牛带他一脚，立血的无敌时间过，哇靠，后应太强了。这一波 Happy 他的兵都是魔法输出，他打英雄对厉害，他不能打英雄，对他不能打英雄，他这盘唯一的胜就是靠兑换兵，就毁灭换猎头，对，换你的换你的猎头，换到最后他五级 DK 五级小黑，对，天上还有一两个毁灭 RPG 与兽族的兵，是的。只有这一种心法。感谢玄冥白狼老板的飞机。